张国荣20年前接受香港媒体采访，快问快答，出生日期1956年9月12日出生地香港，血型 O 型别名，哥哥兄长的意思。别名的由来和演戏女幽魂的时候王祖贤如此称呼他，从此旁边的朋友也都改称他这个名字。了喜爱的食物海鲜，特别喜爱龙虾，讨厌的食物墨西哥菜可怕。同时皱起眉头，喜爱的颜色拜嗨，会喜爱的汽车保时捷，驾驶特征安全驾驶，自己虽是这样说，实际却经常告诉驾驶嗜好，绘画看电影，也很喜爱古董。张国荣害怕的事情，坐飞机特别是遇到气流的时候有少许畏高症，接着是密室恐惧症，讨厌的事情谣言，发出谣言的人，包括喜欢讲谣言的人，喜爱的书本《红楼梦》及有关室内设计的书本，喜爱的作家巴金，喜爱的电影飘，喜爱的男明星丹尼尔戴刘易斯，杰克尼克尔松，喜爱的女明星奥黛丽赫本，费雯丽，喜爱的导演黑泽明，李汉祥，喜爱的歌手芭芭拉史翠珊，埃尔顿约翰 Noise II Man。 购买衣服时自己买，内衣多数由购宠物德国牧羊狗，名叫冰格，这个已是饲养的第三只狗，是在加拿大居住时开始饲养的。张国荣宗教没有生活信条，忍耐，朋友是最重要的。一个人在家时看看电视，看看书，睡觉时的衣服裸睡，睡觉时最好是什么都不穿睡，绝食的姿势多数是侧睡，入睡时能及时入睡，即使有心事也能及时入睡，起床时也能及时起床，属早睡早起型癖好。无特别癖好，有迷信的事情吗？很少。例如什么入屋要人，入庙朝拜诸神，女人洗澡时会先洗哪个部分，无特别，会由头洗清你最中意自己面部哪个部分，下巴，因为看相师传说他下巴晚年流运行，所以中意。你最不中意自己哪个部分，左眼平时是双眼皮，但一到倦时就变成三眼皮。你最中意身体那个部分，无特别。你最不中意身体那个部分，腿，因为觉得短，如果身体能修长点就好。现在只有175厘米。张国荣，你如何分析自己性格情绪化？你会用什么动物比喻自己？野狼，因为不论何时都要自由，不爱受束缚。到目前为止令你最开心的是何事？在康城影展上霸王别姬一片取得大奖。到目前为止令你最伤心的是何事？父母亲的离世。如果你有机会再出生，你会选择做什么动物？始终都想再做人，如果一定要选择动物，那就选择马了。如果可以再选择性别，你会选择男或女？男了，因为现实世上的男人始终有自主权。如果做女仔，你又会做一个何种性格特质的女性？我希望做一个有钱同时有才干而不被别人支配，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的女人。张国荣。